啊，有时间坐坐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是抱着万分感恩的心情，要来阿台谢道一下。首先，我要多谢是高山林资料基金会高董事长啊，戴宝春秘书长，因的领导啊，甲这个主办这个工会，啊个是真侪，这两三年来真辛苦的经历，啊咧编辑的，加过去两面的学生也助力们。温秋温、李宗光、陈美龙、陈凤华、许金花、王淑金、王昭金等种种足济，伊个学生朋友会斗相共，甲你走帮我完成这个工课，这个艰难的工课。因为这套册拢做高本，8.5公斤，足沉重的。主要是心中嘛，心中嘛是足沉重吼。啊，伊这套册吼，伊个意义真重大，因为吼，咱知影过去虽然也许出足济册，啊嘛出足济，大部分迄册拢是伫台湾史料，啊也是考古历史个，这个资料，啊是规排拢咧写这历史。啊！其实伊家己写足侪物啊啦，不如伊咧厝诶吼，我看伊吼，差不多常常拢是咧写文章啦。啊，我捌听伊讲过，讲，拢咧替别人写序啦吼，人出册，拢咧替别人写序啦。啊，我无闲，拢无时间整理家己诶册啦。我会前来当时再出来，啊，到时毋知咧替啥人写序。我也关公的心啊，吼，有影伊捌讲起讲啊，我敢若这序文吼，就可能会使出一两本册，有影。这高本内面吼，第七本甲第八本，就是伊的序文啦。所以你看，伊写偌侪序文。所以这本册当时，这作者在完成吼，我相信。对伊甲对阮拢是真大诶，即个安慰吼，真是真感谢。最后，我想个是甲你关系，最后嘛是真重要诶，就是讲这本册一旦完成，是足多人会支持、会帮衬，互阮诶温暖，吼，真侪机构、啊团体，还是个人，甚至美国海外关心。台湾的人拢足慷慨的捐款，哦，这套册会使顺利，利于这个过身30周年进前会当出版。就差完即今年3月，记者会，阮这套册这个关联记者会时阵，李安妮副院长办安尼讲起，伊讲沿线为台湾人写历史。我们台湾人为他完成文职，今日我多谢大家，为他完成文职。对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千万爱健康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哪里？阮大家永远拢含沿线规个做阵吼，即个无毋对啦吼，因为即个册伫今年的3月有办一个无闲的记者会啦吼，啊拄啊张玲来佫讲做话，所以有足济蚂蚁雄兵吼来帮忙即本册出版，阮直接来非常的感谢吼，啊咱。迄、那个第一阶段吼，迄、那个一寡来宾甲夫人的地址，咱到遮吼，咱接落来吼，咱用短短啊一个过场的一个影片吼，哦，大家安尼回顾一寡代志。